福厦高铁重点控制性工程泉州湾跨海大桥今天完成无闸轨道施工，后续将进行铺轨作业。福厦高铁是国内首条跨海高铁，全长277公里，先后跨越湄洲湾、泉州湾、安海湾三个海湾，共三座跨海大桥。预计2023年通车后，福州、厦门两地将实现一小时生活圈。